好，我们持续来看到这里哦，这个俄罗斯持续进攻乌克兰。那么昨天呢，跟大家报道过出现了新的战线，透过地图呢会比较清楚的看见。乌克兰呢在当地时间的11号早上6点钟左右呢，是连续遭遇了多次的空袭事件哦。首先来看到这里呢，是距离波兰大约只有80公里的西北部城市，叫做卢斯科。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呢是第聂伯罗，在这个地方哦是比较中部一点的城市，两个地方在昨天呢都传出了爆炸声响。据了解呢，这个第内伯罗它是这个中部主要的据点，卢斯科呢则是开战以来首次受到直接的炮轰。我们要透过画面来看到呢，昨天这些城市被轰炸之后发生了有巨大的爆炸哦。那么在这个西北部，也就是卢斯科呢，遇袭的是这个有一座机场。那么在中南部的这个第聂伯罗呢也遭受到攻击。第聂伯罗其实是乌克兰的第三大城市。根据 CNN 的报道呢，这个被击中的地点包括了有一间幼儿所，有一间这个公寓大楼，还有一间制鞋工厂。那我们再回头来看这个乌克兰地图哦，根据这个 BBC 的报道呢，在这个乌克兰西南部这个地方呢，这里哦叫做伊万诺佛兰科夫斯克，也在昨天同一时间遭受到了炮击。随后呢，当地的媒体是表示哦，俄罗斯的国防部证实了俄军的确是对这里，也就是这个卢斯科还有伊万诺佛兰科夫斯克发起了攻击，而且是以这个高精度远程攻击袭击了这个两个的西部城市，两个军用的机场。 BBC 认为说呢，俄军开始炮轰这些西部城市这样子的行为代表什么呢？象征这个俄罗斯已经开启了一条新的战线。因为在此之前呢，俄罗斯的攻击重点呢，其实是在这个首都基辅的部分，还有东部地区跟一些南部的城市这个地方哦。那么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呢，乌克兰的第二大城这个哈尔科夫的地方官员也说了，俄军攻击了他们当地的一间医院。那么联合国就统计表示呢，截至昨天，也就是3月11号，已经有至少250万人逃离乌克兰。当中呢，这250万人里头有多达150万人都涌入了波兰。那么来看到最新的一个卫星图是显示说呢，原本在这个首都基辅的西北方呢，绵延有这个64公里以上的俄军车队呢，现在大部分是已经分散而且重新部署了。但是俄军这个举动的意义呢，目前还无法分析。来听 CNN 的报道，还有美国国防部的看法。Satellite images show that the convoy of Russian tanks stalled outside Kyiv for days has now largely dispersed.But it's unclear what the movement means for the capital. The people of Kyiv would tell you they're under assault right now. There's Russian bombardment and shelling going on quite violently as we speak. I don't want to make too much of the fact that there's satellite imagery talking about this convoy, you know, moving off into tree lines or dispersing. That could just be force protection because the Ukrainians have continued to threaten that convoy and its progress.美国国防部有一位官员是表示说呢，其中有一支这个俄军的军队距离这个基辅的市中心呢只有16公里远了。面对俄罗斯强大的武力呢，基辅人民则是在市区里头架设巨马一些障碍物，试图呢把整座城市变成一座堡垒来抵御俄军的入侵。那么俄罗斯总统普丁呢，他今天则是在一场这个安全会议当中同意派遣志愿者参加乌克兰的这一场特别军事行动。那么俄罗斯的国防部长绍伊古在开会时呢，则是透露说有超过16000多名来自中东的志愿者要申请跟俄军并肩作战。那么在这场会议当中呢，普丁也对这一些外籍的志愿者表示欢迎哦。那么俄国的国防部长绍伊古呢，他则是表示，俄罗斯已经收到超过16000多份，大部分都是来自这个中东国家的申请书，而其中呢，有很多申请的参战者呢，过去跟这个俄军一起对抗过伊斯兰国。
那么现在呢，俄罗斯方面也指控乌克兰说呢，你们藏有这个生化武器，还指出在乌克兰境内呢，至少设立了有30座的生物实验室，在研究生化武器。不过呢，这个联合国昨天就打脸俄罗斯了，表示呢说你们根本没有实际的证据。对此呢，这个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直接开向各国说，你们不知道，但不代表不存在。一起来还原当时的会议现场。В распоряжени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Минобороны оказались документы, которые подтверждают, что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Украины сформировалась сеть из по крайней мере 30 биологических лабораторий, в которых проводятся крайне опасные биологические эксперименты, нацеленные на усиление патогенных свойств чумы, сибирской язвы, тулеремии, холеры и других смертельных болезней с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м синтетической биологии. Эта работа ведется при финансировании и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м кураторстве Управления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обороны США по снижению военной угрозы. I know that you expect me to respond, but we're not going to give any more airtime to the lies that you're hearing today. It's beneath this council.那么俄乌交战已经超过2个星期了，乌克兰方面是指控说呢，在他们一座城市叫做马利坡，当地一座妇幼医院最近遭到俄军空袭。有一名这个独立记者呢，他在他的推特上头PO出了照片哦，说呢，有一位在这个妇幼医院攻击之后呢，遭受攻击之后，有一名孕妇呢，她成功产下了一个健康的小女婴。但是俄罗斯这一方面是表示呢，这名孕妇说她是一名美妆部落客，说她是假扮孕妇的。那么她是在乌克兰方面呢报道这一起事件当中呢是伪装的，双方是各说各话。那么这一名独立记者呢，他在这个推特上头PO出了照片，也表示说呢，小女婴相当健康，而且呢取名叫做 Veronica， 是为了要纪念胜利女神的，也希望乌克兰可以取得胜利哦。那么俄军炮火猛攻马利坡呢，当中有一间妇幼医院，在9号的时候呢，在乌克兰是指控说遭到了俄军空袭，造成3人死亡，还有17人受伤，当中包括了一名女童。但是俄罗斯方面呢，则是表示这个医院早就被乌克兰方面占领了。俄国驻伦敦的大使馆更声称呢，这个孕妇其实是美妆部落客，她只是伪装成孕妇。所以到底详情如何呢？目前两方各说各话。那么俄罗斯乌克兰这场战事超过2个星期了，日本防卫省呢昨天就公布说，有10艘俄罗斯的军舰哦，曾经在3月10号的凌晨通过青津海峡。日本方面指出说呢，这个10号的凌晨2点多，在北海道的这个金伊峡附近的太平洋海域呢，发现一共有10艘的俄军军舰航行经过了青津海峡。那么俄军也曾经在今年的2月呢，在这个远东地区举行了大规模的海上演习。日本就推测说呢，这10艘的军舰也在参与演习的行列当中。虽然这个金青海峡呢属于各国可以航行的公海，俄军的军舰呢也没有入侵到日本领海，但是日本的防卫大臣岸信夫对于俄军近期在日本周遭的活跃程度表达了担忧。日本自卫队呢也曾经在3月2号的时候发现有一架这个俄军的直升机闯入日本领空，也因此引发了话题。那么以上就是这一节最新的全球现场。这台水神生成机呢，它只有一个饮水机的大小。旺旺水神生成机呢，让防疫日常变得更方便、更安心。水神生成机在哪里买呢？来，中天的观众朋友、粉丝朋友们，你们可以独家享有这个好康，请你上快点购，数量有限，你要买要快。